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来玩2021年台湾爆破杯的挑战关卡双龙讨伐，左回旋魔王救急破坏神，右回旋魔王帝王天龙。各位有发现场地不是 B126 吗？它是用 B126 的机关结合四人盘，在日本是使用红色盘，台湾是用透明盘，彼得猪是用白盘，但是这个场地官方没有贩卖过，所以只能自己把四人盘挖洞去改造。四人盘跟 B186 都已经绝版，改完后无法恢复，心超痛。玩法很简单，只要你打赢一颗，就可以随机得到其中一个奖品。如果打赢两颗，就可以得到超级顺的 DS Dash 轴。既然是爆破杯，那就用原装的爆破系统来挑战，高低模式各打两次，看谁可以用原装讨伐成功。开始，爆破贝利亚！哎呀，从上面的策略失败，再来。很好，打开了，原来让你回去，加油，爆破贝利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很好，他们颠倒了，能不能成功呢？哇，不行，结果只有挑战成功一颗，没有，连一颗都没有，好，失败，螺丝，第二次，加油。第二颗不能成功了，天龙给个机会啊，又回去了，没有，赢了，恭喜，挑战成功，万高模式，哇，轻轻松松一颗，来下去，再不下去他就要回去了啊，很好，阻挡他的路。那个左回旋的爆，那个破坏神很紧，很能爆裂。哇，不行，只有一颗。第二次挑战，把左回旋解决。加油，挑战成功，一颗。第二颗，很好，到他，让他回去，很好，做得好，黑色的。第19，能不能成功呢？哇，输了，结果还是只有挑战成功一颗，完美爆破贝利亚，加油！完美贝利亚，哇，没有，只有一颗。第二次挑战，哇，打爆他们！哦，很好很好，有机会有机会哦，让他们回去。加油！完美爆破贝利亚，机会来了吗？有，他飘回去，哇！一人占一个位置，好，可惜还是只有一颗。螺旋邪神，加油！跟他们拼持久，很好，都脱离自己的岗位了，哇！可惜一颗而已。螺旋邪神第二次，哇，没有了，高模式，加油，哎呦，哇，没有，只有一颗，第二次挑战，加油，哇，还是只有一颗，夜影魔龙，从天而降。阻碍他，机会来了，很好，一次挑战成功，第二次挑战，加油，魔龙，可不可以再次拿下双龙挑伐了？有机会，站住左右旋就对了，很好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有了，最后归位了，讨厌，讨伐失败，可惜，高模式，打开，很好，高模式，哎呦，还没放弃呢，有没有机会？好像有。加油！哇，只有一颗，第二次挑战。
败，只有一颗咆哮龙王。哇！绝对防御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个气势，占领他们的位置。哟，还好，有有有，要一次成功了吗？很好，挺持久，没问题，赢了，挑战成功，第二次挑战。模式，哟，冲击，来了来了，哇哇哇哇，碎碎碎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让他们回去，有没有办法？成功，第二次挑战，哇，还有，很好，继续，哇，哈哈，又被帝王天龙打败了。战战神，跳吧！别跳！哎呦，不，哇，哎，跳吧！别跳！哎呦，不，哇，哎，圣战挑战成功，第二次挑战！哇，想不到圣战竟然可以成功！圣战机成功，好，那个算你一颗高模式，耶！圣战又成功了，第二次挑战，哇！哇！哇！只有一颗星际巨神。防御模式，防御，它那下面的那一颗球可以吸附磁铁哦。好，让它降临中间，过去过去，右那边，对对对对，左边左边，很好，吸住你就赢了，挑战成功，第二次挑战，哎呦，恭喜，很好，然后他们击中。能不能两次都成功？高模式，一击爆裂！哇，星际巨神好强啊！成功，高模式第二次，加油！能不能完胜就看这一次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右回旋，右回旋，不要过去，哇！左回旋，左回旋很好，来个助攻，让星际巨神挑战成功。星际右回旋，哇！星际拿下一颗了，剩下左回旋，不要让他回去。哇，可惜，没关系，我们动力还很足，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看来是。没问题，拿下第二次挑战，上去，恭喜，很好，继续，再次拿下胜利吧！星际巨神阻碍了最难缠的左回旋，很好，要让他们两个自相打到没力，我们就赢了，恭喜成功，高模式。一击必杀，好，圣左回旋应该可以轻松拿下，没问题。第二次挑战，哎呦，星际巨神完胜，罪恶神枪，哎呦，攻击力超猛的，哇，帝王天龙直接送他出去。占领他，对对对，很好，不要让他回去。哇！这样子，赢了，赢了，成功，第二次挑战。哦，好，攻击，哇，攻击力好猛。那个左回旋已经被打趴了，哎，还
想回去啊！哇，成功了！高模式！出去！左回旋一打就出去了，很好，继续，慢慢的陪他们玩哦，很好，慢慢的陪他们玩。是挑战。好强啊，轻松完胜，危机不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投了一颗，第二次挑战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能不能拿下？奖励了，也问那个左回旋破坏神来帮忙了，结果还是只有一颗高模式，哇，没了，华丽的出去，第二次挑战，哦，左回旋好硬啊，都不会爆，右回旋天龙都吸得好紧，哦，很好，他终于出来了，但是成功一颗，很好。哇，还是一颗终极危机！加油！差点再掉中分了，哇，没了！第二次，中了！加油，危机很好，还有一颗，加油！还有，不要躲，正面对决，完美危机。成功，日炎凤凰，加油！哇吼，有吧？一颗，只有一颗。第二次挑战，被天龙狙击，高模式，加油！哇吼，没事，是他们玩爆，那个分你而已，没有人爆裂。有啦，天龙爆了，一颗一颗。两颗，成功！第二次挑战，差点以为要出界了，结果是回来回马枪，很好，左回旋，第破坏神，一个机会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拼转停，凤凰，你可以的。成功！神圣拉佩尔，帝王天龙出去了，但是又回来了。加油，大天使！有一颗有了！哇！我选快神，一个机会！还在挣扎！成功！第二次挑战，哦，一击必爆！他来陪你了，只有一颗永恒战神，好凶啊！哇，战神，哇，轻松拿下，第二次挑战。这四颗在高低模式都有完成双龙讨伐，最后祝大家2022年1月8日都能去现场享受战斗的乐趣，顺便拿奖励。